查了百度是耳血肿的症状，耳朵有肿块，按压时明显感觉有液体，看了兽医决定采取保守治疗，佩戴伊丽萨白圈加吃药。医药费是马币350。耳血肿是因为抓挠导致。姨们，当出现耳朵痒的症状时，就要赶快带我去看医生了，不然就可能变成耳血肿。